雄。哦啊！哦，好，哎，为了根香蕉，本王容易吗？哎，那边还有松鼠表演啊？哪儿呢？哎呀，厉害呀！再加个苹果。哎呀！观光时间结束了。哎，你还别说，那表演好看啊，还真的挺不错的。哎呀，蹦蹦，你表演的真不错啊！那么多苹果，嘿，都难不住你。哼，本王表演的不好吗？啊，不是不是，你表演的也很棒啊。哎，这是邀请函。小镇超市特邀您参加美食免费试吃。美食？哎呀，这上面画的都是啥美食呀？俺咋从来没见过呀？你差点给弄丢了。这上面是椰子糕，是一种散发着甜甜椰香的糕点，又软又滑，超级好吃。只要拿着这张邀请函过去，不但可以免费试吃，还可以赠送两包哦。哎，光头强，光头强，好好好，马上就到。哎呀，哎，光头强，你带俺们去吃椰子糕吧。我忙着呢，没空。哎，那不如你把邀请函给俺们，让俺们去尝尝。我们会带点回来给你的，好不好呀，光头强？嗯，看在你们给游客表演的份上，去吃吧。记得给我带哦！你真是个大好人。去我家拿件衣服伪装一下。哎，注意安全呐！哎！你们等等！一张邀请函只能进一个成年人。哇哇！乖乖乖，不哭不哭哈。哟，没看出来还是个孩子呢。那请进请进。不是，难道是这个？这也不像。哎，看看不就知道了。哎，不行不行，买了才能打开呀。哼，哎，这都碎成两半了。哎，没有啊。耶，喂，这个是用来刷牙的，这个才是用来梳头的。鬼鬼祟祟的搞什么名堂？走走走，去那边看看。对不起，你尾巴咋露出来了呀？喂，你们两个是什么人？想干什么？别跑！站住！你椰子糕？熊二！突然没影了。哎呀，这里这么乱，怎么买东西啊？保安！哦，来了。好像没人了。这天都黑了。哎呀，好疼呀！门锁上了。看来超市关门，我们被困住了。那可咋办呀？先去看有没有椰子糕，再想办法出去。急！刚才啥声音呀？哪有声音？自己吓自己。可是，走开！
毛巾。哎呀，都没个熊样。嗯，胆小鬼。姐姐，这太黑了，俺有点害怕。哎呀，超市有什么可怕的？不要吃啊，不要吃啊呀，不要吃。这是一堆纸而已。这么害怕你还是个熊吗你？你刚才不也吓坏了吗？本王，嘿嘿，还是快去找椰子糕吧。哎哎哎，应该是那儿。哎，没了，今儿也没了。哎，这好像有个人走过去了。哪有人呀？我看你是神经过敏，本王再去那边找找。哎，好香呀。有人，奇怪，这看模样不像好人啊，不会是同行吧？大哥，幸会幸会啊，今晚收成咋样啊？我看看。哎呀，这怎两手空空呢？开兄弟我，小黄鸭、辣条，真是喜欢啊，送你了。哎，别客气。看看看，椰子糕，一个顾客给的。这分明是肥皂。肥皂？这不对呀，超市都关门了，哪来的顾客？这顾客翻窗户。他买那么多东西不用付钱呀？被我知道了，他是小偷。小偷？他要把我们的椰子糕全偷走，拦住他。原来你还有个同伙，同伴啊。正好正好，过来帮我一把，这东西太沉了。干什么你们？咋的？这黑是黑呀。大哥别生气啊，这些都给你们，我再去拿点。是一点职业操守都没有。熊二，你拖住他，本王去报警。好嘞，没问题。你又想干嘛？我跟你说，我可厉害了，老虎不发威，你当我病猫啊？怎么样，是不是很疼啊？嘿，你说什么？会说中文吗？这怎么办呀？醒醒醒醒呀，哎呀，看来是吓晕了。警察来了，咱们被人类发现就麻烦了。撤。椰子糕，快走啊。椰子糕真好吃。别抢我的椰子糕。原来是做梦啊，肚子好饿。黄豆强，俺们给你送椰子糕来了。椰子糕，这手感，这味道，好吃吧？就是这个味儿。慢点吃。昨天夜里，某超市发生了离奇的盗窃事件。无名英雄永勤盗窃犯罪嫌疑人，这不就是你们昨天去的超市吗？在寻找无名英雄。
英雄，将对其勇敢的行为予以奖励。这谁这么厉害？看起来这么眼熟啊！嘿嘿，特殊的邀请，兄弟，嗯，今天天气真好，嘿嘿，俺们去晒日光浴吧。好，嘿嘿，耶。嘿，鸡鸡毛毛，你们也来了。哎呀，啊，好多好吃的呀！毛毛啊，那小二，哎，太好了。哦，鸡鸡，你哪来这么多吃的？光头强献给本王的。光头强？就在刚才。好，鸡鸡，你就收下这些水果，让游客拍几张照片吧。成交。王先生可以过来拍照了。好的。啊。嗯，100。什么100？合影和香蕉的费用啊。这合影也要收费啊？当然，这猴子是珍稀动物，很难见到的。嗯，接下来去的景点啊，会更加让你心动。狗熊岭独一无二的，这边。导游啊，啊，咱们去下一个景点吧。哎呀，你看前面正在施工呢，不过没关系，咱们换个景点。那是什么景点啊？当然是你没看过的美景，不过要多交500哦。哦，这个光头强，今天森林哪里有施工呀？这明摆着想乱收费嘛。熊二，咱们去看看。嗯。哎呀，看上去真好吃。这都是狗熊岭最天然的果子，我经常吃，所以又帅又强壮。嗯，我全要了。哇，嘿嘿嘿，这些果子虽然不错，可我还有更好的。来来来，这边这边，这可是吸日月精华集天地灵气于一身的野生蘑菇，吃了还能延年益寿呢。哇，就是这么多了，便宜卖给你啊。我要了。还有，多帮我拍几张照片啊。没问题。不行，得赶紧阻止光头强。哎哎，熊二，咱们这样出去会吓到游客的，看的。摆好造型啊！哪来的光啊？哼，强哥我早有准备。哎，好好好，摆好了。熊大，咋办呀？看的吧。这么大太阳怎么下雨啊？没事没事，我们去避一下雨啊。哦哦哦。这咋回事啊？这鱼好像专门和我作对，走哪下哪。嗯，你熊大熊二，你们干嘛坏我好事？你乱收费是不对的。你们懂什么？嗯，我那是正常收费，多管闲事。熊大，哎，这样总跟着也不是办法。那接下来我们去下一个景点吧。哎，有了，哎，还有办法了。走，熊二。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要是每次能赚这么多，我就发了。光头强，别敲了，干嘛呢？俺们有个惊喜要送给你。惊喜？联欢会？对，俺们要组织一场。下。哎，那个夏日联欢会。哎，对，你们这些动物举办的联欢会有什么好玩的？不去不去，我还要赚钱呢。哎，光头强，又怎么了？这次举办的联欢会还有好多大奖领呢。大奖？这样啊，我想想啊。哎呀，光头强，你还想啥呀？中奖几率可是100%呀。100%？对呀，光头强，这次联欢会可是专门针对你的，你可一定要去呀。针对我？哎呀，熊二的意思是你是俺们的贵宾。我是贵宾啊。对呀，贵宾还有全程接送呢。还全程接送？可是你看这天这么热。哎，走吧走吧，光头强。咋样，光头强，俺们这服务够周到吧？嗯，不错不错。嘿嘿，熊大熊二干嘛呢？好，哎，来了。他们怎么这么慢呀？他们来了。毛毛，按计划行事。是。嗯，很高兴为您服务。稍等一下。来了，您请。哎，熊二快趴下。哎呀，这个软凳要是能动一下就更好了。
手艺不错嘛，舒服。不错不错，贵宾的待遇就是不一样啊。等一下等一下啊，你还没付小费呢。怎么还要收小费啊？全程接送和擦鞋，这些都是要付小费的呀。光头强可是狗熊领的金牌导游，那小费肯定不少啊。必须拿个大奖回来。欢迎来到会场入口，入会场有两扇门，任你挑选。这边的门怎么这么寒酸？当然是豪华的入口啊，这样才配得上我强哥嘛。哎，等等，你还没买门票呢。门票？我可是贵宾，怎么还要买门票呢？这是贵宾专属豪华通道啊，必须买门票。哼，吉吉，这是俺和熊二的门票。刚才给过小费，不进去拿个大奖，不就亏大了？好，豁出去了。给。还有我的海报呢，真是有模有样啊！让我们热烈欢迎联欢会贵宾光头强先生，请到舞台前面。现在开始游戏环节，影圈免费套奖品哦！俺来来，加油加油！开始！哇！哎呦，嘿嘿，摇！哎呀，好厉害！你拆礼物要收费，礼物是我套到的，怎么还要收钱啊？中了！套中奖品免费，带走奖品要交钱，这是正常收费，游戏规则说的。让我看看，这个做的太精美了。哎呀，我忘了钱都给小费和门票了。你不是还有衣服吗？衣服？就这么走了，也太不划算了。光头强，你想好了没有？本王可要拿去，不就是这衣服吗？妈妈来了，你们还真要啊？那我可以拆奖品了吧？香菇，这算什么奖品啊？不玩了，别急啊，光头强，还有好多奖没开呢。你们是啊，光头强，我们还准备了神秘终极大奖呢。切，你们能有什么好奖品？我是绝对不会玩的。哦耶耶！加油加油加油！哇！耶！你哎呀！啊！哼！切！哼！再来！这次一定要中大奖！啊！中了中了，大奖是我的了，还挺沉的。班长，想拿走大奖要用两件物品交换。什么？看飞机，大奖我拿走了。光头强，大奖终于到手了，看看是什么宝贝。什么？怎么是石头？这也太坑了吧！咋会呢？这可就是大奖啊！对呀对呀。这可是吸日月精华，集天地灵气于一身的石头，当然是大奖了。按摩能延年益寿呢。疼疼疼，根本不能好吧？你们这是骗！这句话怎么这么耳熟啊？这可是吸日月精华，集天地灵气于一身的野生蘑菇，吃了还能延年益寿呢。这不是我说的吗？停下来！那请给服务费吧。什么？这也要收费？光头强，这和你宰游客不都是一回事吗？这都是正常收费。我那是正常收费，多管闲事。兄弟，难道根本就没有什么联欢会？你们是故意让我作为导游，你不该乱收费。现在体会到游客的心情了吧？我以后再也不宰游客了。等一下。导游，那个有东西要还给你。我的？这是？其实景区根本就没有施工，这些蘑菇也不值那么多钱。都怪我一时财迷心窍，所以希望你能原谅我。哦，原来是这样。哦对了，这些沙果希望你能收下。沙果，哎呀，真好吃！谢谢你啊。
以后你来旅游，我带你去找更多好吃的野果，还有野菜。嗯，好嘞。没想到这里不仅风景美，人也美呀。耶！晕晕桥。哎，这果子都烂了。哎，好饿呀。那不是动动腰吗？哎呀，不错不错，这个地方真不错，很适合。哎，熊二，动动腰，你在这儿做啥呀？难不成又想干啥坏事？我什么也不说了。哎，你别走呀！这慌慌张张的，俺都能看出有古怪。动动腰，你给俺站住！给俺站住！站住！我才不顶你的呢！站住！哎呀，可来抓我呀！你抓不到我吧？拜拜喽！哎，眨眼就不见了呀！到底去哪儿了？哎，怎么走了？动动腰。哎，终于把熊二给甩掉了，还好没被他知道主人要把狗熊岭的动物们一网打尽的大计划，不然计划就全泡汤了。要赶快告诉熊大去。上当了。熊大，熊大，你快说说这可咋办呀？熊二，动动腰有说天才为什么时候行动吗？嗯，那他有没有说在狗熊岭的什么地方？哎呀，俺一听完这就往家里赶了呀。这不好办呢，狗熊岭这么大，没有时间，没有地点，我们不好防范。事到如今，咱们只能主动出击，实施紧迫盯人战略。嗯。天才威，你要去哪儿呀？你猜，来追我呀！天才威，这视野真不错。累坏呀、啊！哎，看，天才威在那儿呢。天才威，你在干嘛？这下你可跑不掉了吧？这是什么情况？这不会是大炮吧？熊二，别冲动，这是望远镜，咱们就这么盯着他，看他耍什么花招。盯了两天了，夜里关心，白天钓鱼，说好的吧，咱们一网打尽，怎么一点动静都没有？他不会是在耍我们吧？俺也觉得奇怪。啊，熊二，俺问你，你确定那天你没听错吗？俺绝对没听错。好，俺相信你，继续盯。
重要的工作差不多快结束了呀。干得好。是时候了。睡吧睡吧，我亲爱的小睡吧睡吧，不要醒过来，不要醒过来。游戏就要开始了。吉吉国王，等我把洗脸水倒了，马上给你端早餐。哎，嗯，这是什么？啊，好困呀！妈妈，本王的早餐怎么还没到？妈妈，哎，好想睡觉。嗯，啥声音？啊？啊！天子被溜了！啊！哎呀，快走！声音是从那边传来的。哎，好想睡觉啊！萝卜头，萝卜头，你怎么啦？萝卜头，图图，萝卜头，萝卜头，萝卜头，没事吧？萝卜头。我等你们很久了，特意把你们仨留到最后。这片空地呢？就是给你们准备的，天才威，这些都是你干的吧？没错，是我。你能拿我怎么样？啊？熊二，别！呀，哎，熊二！喂，郭德祥。小心呐，郭德祥！小。知道我天才威的厉害了吧？知道了吧？我先放出消息迷惑你们，让你们上当。就在你们监视我的时候，动动腰呢，已经在这片空地埋下了晕晕球。不愧是我天才威想出来的办法，你说完美不完美？动动腰。好，往前往前，继续走。继续走，往右，你再往左。哎呀，站了好一会儿了，辛苦了。来，放松放松，我给你按摩按摩，舒展舒展。抬脚，舒服。抬脚啊！不讲，别上当啊！我不抬。动动腰。是。转转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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转，我要转晕，把你转晕，把你转晕！郭德强，郭德强！放手放手啊，就不放。差点我也中招了。哎，让你笑，让你笑，就笑啊，就笑，不许笑，就笑，让你笑。赢了，承认！熊二，熊二，醒醒啊！别睡了，醒醒！咱们还得去救吉吉他们呢。熊二，最近好平静呀！是啊，是啊，是啊。哎，不知道天才威他们是不是在策划啥新的阴谋。动动腰，你到底记清楚没有？哪儿还摆了晕晕球？我们都在这儿困了半个月了。
你往那边走，那边肯定没有。相信我，这次准没错。好，我就相信你最后一次啊！咚咚咚！